一想，我肚子疼死了。你之前吃什么东西了？我姐姐上个星期过生日，蛋糕没吃完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口，夜里肚子就疼起来了。今天早上上了好几次厕所。你把蛋糕放在哪儿了？放在冰箱里了。放了几天了？五六天了。发烧吗？不发烧。你躺下，先检查一下。你吃蛋糕把肚子吃坏了？要不要打针吗？不用打针，吃着中药就可以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医生，一天吃几次？请再说一遍。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好，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饭前饭后都可以，不过你最好20小时不吃饭。那我要饿死了，不行，这个办法不好。Nikisha， 你怎么了？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感冒了吗？没感冒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这几天身体很不舒服，眼睛又红又痒。你一定是对什么过敏了？我想也是，所以去药店买了一些泻药，已经吃了四五种了，花了不少钱，都没有用。把你买的药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些药没有用，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你没有健康保险吗？我有保险，可是我这个切除功课很多，看医生太花时间。那你也得赶快去看医生，要不然病会越来越重。我想再吃点别的药试试。我上次生病没去看医生，休息两天，最好也好了。不行，你太晚了。再说，你不能自己乱吃药。走，我给你看病除。